心灵法门佛学问答：问台长您好，我儿子马上要考试了，该怎么念经？考试当天又该怎么做？答：孩子自己首先必须认真复习，正确应对考试。考试前每天的功课至少七遍大悲咒，七遍心经，二十一或四十九遍准提神咒，求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心想事成，考试顺利，学业成功。 一般考试前三个月就可以把礼佛大忏悔文减少到一遍，免得业障激活了影响考试。考前一个月可以加念功德宝山神咒四十九遍，祈求菩萨保佑，将过去所做的善事转换为功德，保佑考试顺利。加上许愿放生，一旦感觉有要经者的话，要尽快念小房子超度。如果孩子没时间念这么多经，可以家人帮忙念。 孩子自己先念准提神咒，每天二十一遍。如果单单家人念，孩子自己不念，效果不会太好的。考试前可以将大悲咒、心经、准提神咒自修经文的黄纸划掉。一般来说，提前三四天划掉即可，最好不要在考试当天。如果有比较充足的准备，可以在一个月前就开始，每周一张或者最多两张。考试当天也很重要。 可以身上带个护身符，穿自己图腾颜色的衣服。当然，主要的还是要念经。早上先念七遍大悲咒。进考场以后，家人在外面不停的念心经和准提神咒，祈求观世音菩萨给他智慧，保佑他顺利通过这次考试。在成绩还没归阳前，多念准提神咒是可以改变的。一般可以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准提神咒。 自修经文也可以正常稍诵，一周一般不超过两章二百七十二遍的自修经文，还可以念诵功德宝山神咒四十九到一百零八遍。如果求孩子成绩好，最关键的是要念经、许愿和放生三管齐下，要多做功德、许大愿、多放生。